以翔上个月27号录制实境节目时意外猝死，让大家相当震惊。出事那晚，一同参与录影的陈伟霆当时也焦急的在一旁，双手合十祈祷，之后更随着救护车到医院，只是最后以翔还是离开了。事情经过一个月，陈伟霆都还没有公开露面，但他日前曾经发文写下很希望来得及阻止一切的发生。据传他因为亲眼目击整个事发经过，受了很大的精神打击，更因此开始失眠。而另一位也是节目班底的黄景瑜，之前出席活动时整个人看起来有点憔悴，同时也瘦了一大圈，让粉丝们都相当担心，只希望能借由时间来抚平这些巨大的伤痛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